提家国人。第二十七代佛陀密多尊者，西天九代，提迦国人，姓毗舍罗，年已五十，口不开言，足不走路，承接师之缚嘱后便到中印度去弘法立身。未记一首，真理本无名，因明显真理，受的真实法，非真亦非伪。其母怀胎六第二十八代邪尊者，西天十代，中印度人，其母怀胎六十年，故初命名为男生，因辈分较小，承受心法，便自是我若不通三藏理，不断三戒欲，不得六神通，不具八解脱，终不以邪制习。如此精进，人人称之为邪尊者。记一首，真体自然真，因真说有理，领得真真法，无形亦无止。第二十九代富那夜奢尊者，西天十一代，华氏国人，姓瞿昙氏，富宝生，乃贵族之子，有次机缘下，其名师。毗十二尊者问尊者曰：“汝从那儿来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往。”师曰：“汝住何处？”
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止。”师又问：“汝不空耶？”尊者又答曰：“诸佛亦然。”师说：“你不是诸佛。”尊者又答：“诸佛也不是尊者。”未记一首，迷雾如影现，明暗不相离，今复影现法，非一亦非二。第三，第三十代马明大士尊者，西天十二代，波罗奈国人，又名公胜，初为外道修士，世智聪辩，经复那夜奢尊者度化而成正法。大士问一外道变成的老道士：“你叫什么？有多少眷属门徒呢？”“我叫迦毗摩罗，共有3000眷属。”大士又问：“你善于神通，若尽你神力，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？”“变化成一大海，对我来说是件小事。”大士再问：“那能化你的性海本源吗？”“什么叫性海？我都不曾听过呢。”大士曰：“所有山河大地都本此源头而建立，一切六神通均由此发起的。”迦毗摩罗闻此开示，智慧大开，遂发菩提心。大士记曰：“隐显即本法，明暗原不二，今复悟了法，非取亦非离。”第三十。
第三十一代迦毗摩罗尊者，西天十三代为摩揭陀国的华士成人，当初是一外道者，是位非凡辈之人。记曰：非隐非显法，说是真实记，悟此隐显法，非于意非智。天竺国人，第三十二代龙树尊者，西天十四代，是西天竺国人，摩揭陀国之龙族，故以姓龙，又名龙圣，精于显密教法。其一生对后代最大的贡献在于著作颇多，其中以《大智度论》《中论》《十二门论》等启发后人智慧最多。有记曰：为明隐显法，方说解脱理，于法心不正，无恬亦无喜。三龙第三十三代迦耶提婆尊者，西天十五代，为南印度人，姓毗舍罗。龙树尊者为度化他，而有一则名为波水洪然，一针到底的公案，尊者了然于心，明白自性圆融，而非言说身相所能遇的，后承接衣钵心法。记曰：本对传法人，未说解脱理，于法实无证，无终亦无始。
第三十四代罗侯罗多尊者，西天十六代，是迦毗罗国的人，承接衣钵后，律丹广行教化，最后将心法传给以证无漏者。僧迦难提留下一记曰：于法时无证，不取亦不离，法非有无相，内外云何起？第三十五代僧迦难提尊者，西天十七代，系是罗伐城堡庄严王的儿子，一出生就会说话，七岁孩童就不喜爱凡俗之游乐，独爱修行。尊者隐居前修了十年，便遇上了逆水溯源找他的罗侯罗多尊者，经一番讨论禅定圣意后，求道而得记依法，记曰：心地本无生，因地从缘起，缘种不相妨，华果亦复耳。第三十。第三十六代迦耶舍多尊者，西天十八代，摩提国人，姓玉头兰，父天盖，母方胜，身体本具有清香味，幼年说话语惊众人，非一般幼童可比。有次殿内铜铃响，其师僧迦难提问尊者：是铃在响，还是粉在响呢？不是风响，不是铃响，而是人的心在动呢。那心又归于何处呢？心本归乎寂静的。其诗云：善哉，善哉，既无道者，非你为谁？的剃度具介受为一组成人。既曰：有种有心地，因缘能发萌，于缘不相爱，当生生不生。
第三十七代鸠摩罗多尊者，西天十九代，为大乐士国人，道基根深，又善法理，被诸天神尊崇为导师。为了继承祖师缘故而降生，自遇到十八祖迦耶舍多的度，并继承祖师。其一生均以破邪显正位己任。记曰：性上本无生，未对求人说，于法既无的，何怀觉不觉？第三十八代舍业多尊者，西天二十代，北天竺国人，智慧聪颖过人，承受师父慈氏法喜，深慧忠心，得闻真理忠诚，从上以来之顿教衣钵，从此进行受去，代导众生。记曰：言下何无生，同于法界性，若能如是解，通达事理尽。
越城人。第三十九代婆修盘头尊者，西天二十一代，系罗越城人，姓毗舍曲，父名光盖，母名延一。家父本无子，父母祷求子嗣于佛塔，专修头陀苦行，不倒单，不卧睡，为世人敬重。弟子颇多，人称变形头陀。偈曰：炮幻同无碍，如何不了悟？打法在其中，非今亦非古。第四十代摩拿罗尊者，西天二十二代，是那提国王常自在之次子，是一神力大士出家来继承圣位，后传法赋于月氏国赫勒那尊者。偈曰：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随流任的性，无喜复无忧。第四十一代赫勒那尊者，西天二十三代，系月氏国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父名千胜，母名金光。
尊者出世来常感群鹤恋慕，故以此名之。能教导鹤众，正得道果。将如来正法演藏覆主师子尊者，即曰：任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，了了无可得；得时不说之。将如来正法演藏覆主师子尊者，第四十二代师子尊者，西天二十四代，为中印度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承继衣钵后至继宾国。该国之信仰大智有学禅定、知见、直相、舍相、不语等五种，均不究竟，尊者亦为之破迷解疑。即曰：正说之见时，知见具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于今。
第四十三代婆舍斯多尊者，西天二十五代，系季宾国人，种姓属婆罗门，父名季行，母名长安。但身及左手一直握拳不放，直到遇上狮子尊者归还明珠，手才自由展开，了结因缘素果，圣人是不昧因果。而后密受心印，成迹法寺。记曰：圣人说之见，当尽无是非，我今悟真理，无道亦无理。第四十四代不如密多尊者，西天二十六代，南印度德胜王之太子，决心跟随婆舍斯多尊者出家。祖师问太子说：你要出家是为何事？不为别事，不为那事，不为俗事，那又为何事？当为佛事。太子本具慧性，即允许出家之求，在王宫受具戒。记曰：真性心地藏，无头亦无尾，
应缘而化物，方便乎谓至。
第四十五代般若多罗尊者，西天二十七代，系东印度人，系大势至菩萨的应身。从小失去双亲，不知己名，特别喜爱拿着一串璎珞，人称之为璎珞童子的玉不如蜜多尊者传法，便往南印度宣扬心法，颇得南天竺国香智王的护持供养与敬重，后传法于达摩尊者，即曰：心地生诸种，因是复生理，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。第四十六、四十七代达摩祖师，西天二十八代，东土初代，初祖姓沙利慧达摩，是圆觉禅师，乃胡尘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南印度，香贤国王之太子，自幼佛性不昧，从般若多罗尊者修行，继承西天二十八代祖位。于西元527年，奉佛命折卢过江而入中国，将道迈赴海中国，是为老水海潮，尊为东土初祖，传真法，直指人心，不用文字，初度梁武帝无缘，次指神光大悟，后隐于河南中岳山、嵩山、少林寺，面壁九载，公元果满，脱化归西，遂将道统赴神光执掌，欲留幕后收元正语曰：吾本来东资土说传法度迷津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
第四十八代神光祖师，东土二代二祖神光基士，号慧可，是正宗普觉大师，后为洛阳人，乃燃灯古佛化身，降生于金陵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出家修道讲经说法，后的初祖点化传授至道，传道于金陵，道场弘开，道统受普安执掌。第四十九代僧璨祖师，东土三代。三祖姓于会普安，别号南泉，法号僧璨，是建智大师，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，自幼好道修行，常住慈化寺，好读华严经，能知未来，人皆称为菩萨，后遇神光传授心印，勤修苦练，法父曹洞执掌。第五十代道信祖师，东土四代四祖司马氏，会曹洞，号道信，是大一禅师，乃灵皇尊者化身，幼时求道，得三祖授以心法后，摄心不昧，身不道床席，苦修数十年，后住破头山学旅云，四往湖北黄梅县，将道统传于弘忍执掌。
第五十一代弘忍祖师，东土五代五祖黄梅氏，是大满禅师，乃灵宝金童化身，其母因食黄梅成孕，故取姓黄梅，又遇四祖传授至道，是母至孝，人皆称为孝僧。后遁基于政府房县房山石洞中修炼，道统受慧能，慧能执掌。嗣后分出两宗，建宗神秀，遁宗慧能，慧能第五十二代卢慧能祖师，东土六代六祖姓卢，号慧能。慧能是大建禅师，乃的藏古佛化身，母怀孕六载，其先祖本范阳人士，客居岭南新州，自幼好道，文经有悟，始至访道，后至湖北东禅寺参谒五祖，祖命在寺随众作悟，踏对舂米，受尽劳苦，彻悟本性，三根入世，叩师求法，五祖传以至道，并受衣钵继承道统，主言衣钵未争端，只汝勿传，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，后将秘法传之白马二人，副主白马天意已定，如其事中道将火宅和光同尘，勤参菩提心，永证涅盘果。为记曰：释迦从此绝宗风，如门得法至道通，日后三齐开普渡，正心诚意和中庸，从此不传衣钵，道转火宅。六祖后至怀州上爱岭最高峰石室中修炼，经传为六祖言，后返曹溪而教大法，学者云集，讲经说法，化度有缘，而不传之于僧也。
第53代白玉禅祖师，东土七代白祖慧玉禅自如慧号慧琼子，道号白衣居士，乃南岳大帝化身，降生曹溪，是玉六祖被恶僧寻追，救祖隐于家中供养敬上，是无师。六祖见其善根深厚，遂受密法，主以火宅修炼，进度僧尼，命与马祖同掌道统，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。第53代马端阳祖师，东土七代马祖慧端阳，号道义居士，系西域十二代马明尊者化身，降生于曹溪，与马祖善交，常至白家的参谒六祖。祖见其德慧双美，遂受密法，命同白祖兼掌道统，隐居于庐山岩，教说法度人。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。第54代罗卫群祖师，
第五十四代罗卫群祖师，东土八代，八祖姓罗会卫群，乃太上大弟子公远真人化身，自幼立志修行，遍访名师，由江西九江府是玉白马二祖说法的受制道，继承道脉，开化江南河北，这经泄露玄机，大阐先天大道，为是时天时未至，众生孽重，天降黄考将道收引，祖已杀生了道，上乘法门至此又告失传，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，待至清康熙年间，已隔千余年矣，天时降界，天命原始天尊分姓林，林凡为九代祖接续道统。第五十五代黄德辉祖师，东土九代，九祖姓黄慧德辉，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德慧双美，佛性不昧，经卷一览便通，幼时的神人传授真传姚接道统阐道说法，人皆称为神童，因度众心切，肯岛上苍早开普渡，
臣感上天而得礼本，愿忏雷俺三经，玄机大谢。又者黄极金丹，欲作三会收元平正，复后杀生了道，法父五祖继承。第五十六代五子祥，子祥祖师。
第五十六代吴子祥祖师，东土时代始祖姓吴，讳子祥，号敬陵，乃文昌帝君化身，遇九祖在江西说法，参拜九祖的受制道纪长道统，开化广信，道产高山县，及后舍身替众顶灾乐道，吴祖乐道时，远近军民俱见祖跨鹤飞升，县府乃命殓丧礼祭之。第五十七代贺勒苦祖师，东土十一代十一祖姓何，讳苦豪勒苦，乃九天斗母天尊化身，素好清净，立志修道，后遇五祖意志相投，同修同练得受真法，令四祖为产化洪都，后访至贵州，道统授予元祖执掌。
第五十八代元退安祖师，东土十二代，十二祖姓元会退安，号无期，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得和祖点化传授心法，承运道统，开荒前滇，复产道西蜀度化徐，扬执掌道统。第五十九代徐海吾祖师，东土十三代，十三祖徐祖慧海吾号吉南，乃弥勒佛化身降世，世代德泽深厚，欲元祖度化，受真传。第五十九代杨海虚祖师，
东土十三代，十三祖杨祖慧还虚，号守一，乃观音古佛化身。杨氏历代善根深厚，喜悟丹经，自遇许祖后，屡考不退的受制道，与许祖统领天命执掌道统，教化群贤，后与许祖替众顶灾舍身了道。徐杨二祖归后，元祖复掌盘调理，至元祖了道，嗣后邪魔乱道，元祖乃显象于汉阳，派出五行十分正邪，永定云臣张成。司时仙佛圣真同五老分性，临将士助道，阐发经义，解八部丹经，作收元之鼎平。
第六十代姚鹤天祖师，东土十四代，十四祖姓姚，会鹤天，号明池，乃姚池金母化身，按受天命承运道统，传道数年，复法王祖执掌。第六十一代王觉义祖师，东土十五代，收元之始。十五祖姓王，会西孟，字觉一，号北海老人，乃水金子化身将士，又丧父母，替人牧牛，十七岁往山西访道的受真传，这有礼数和解，三教圆通等，重新阐明信理真传。至光绪三年1877年，承运道转贵州，西干堂改称东正堂。
第六十二代刘清虚祖师，东土十六代，三教合一。十六祖姓刘，会画谱，号清虚老人，乃姜太公化身，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承运奉命三教合一，东正堂改称一贯道，弘扬其满。附注：清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，祖师刘清虚开始以一贯道传道，至中华民国九十四年（公元2005年）满百周年，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于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广场。白杨应运普传。第六十三代陆中义祖师，东土十七代。十七祖姓陆，会中医，号通理子，乃弥勒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山东济宁，又丧父母，只一胞妹，观世音菩萨转世，曾投军旅，后往青州访道，拜谒刘祖，经三年磨练，于三十岁时承命回原籍产道，应运普传，尊为白杨初祖。于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升天，天命复工厂祖继续普传。
第六十四代张天然祖师，东土十八代。P 十七，十八祖姓张，慧光，弼字奎生，号天然子，乃济公活佛化身，降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，山东济宁，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玉露祖授以真传，于民国五年承命铸露祖产阳一贯真传，复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奉天承运祭十八代祖道迈、司长道盘，而半收元普渡三曹，即飞鸾已开化，假人言已传真，神人共产，拯救亿万性灵返回礼遇，其天命将延续万八年，为传道之名师。第六十四代孙慧明祖师，东土十八代。姓孙，名素贞，字明善，道号慧明，山东丹县人，生于光绪二十一年，于民国十九年与师尊同领天命，同掌白羊道盘，自接续师尊之重任后，马不停蹄，日以继夜，为救三曹生灵，夜不安息，昼不甘食的就是苦心，悲怨感天，道悟蒸蒸日上，将法音传遍万国九州。
黄河决堤显出天机碑文，云集三六中秋夜，人虽原计道犹存，仔细太阴计承接，利己利人天命丹，言简一生难醒觉，见了不忍视天机。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寺称碑文，母定三阳渡元人，父始西皇降道元。临出太公产圣王，太来天真半收元。公长子系祖承担万八年天命，普渡三曹，继续办理幕后依着收元大事。
六十四代祖师，道统名师简介，左图为神威天台山提供。又自参考神元山庄一和圣堂祖师像简介。